此世间有光明。十万人挤爆维多利亚公园，这是香港佛光道场2023年佛诞庆典。为了延续热闹盛况，佛光山港澳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亲自主持说明会，率领300位法师和佛光人备战2024佛诞嘉年华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透过这个仪式、这个动作，要引发他的是一种态度，是一种面对生命的一种正确的价值观，这个才是重点。点出浴佛宗旨是培养人们正确生命观，佛光人带着欢喜心勇敢承担使命，共同成就盛会，要让香港市民看见佛教的与时俱进，也感受到佛法带来的幸福与安乐。 NOA 是香港综合报道。